上去，放上去以后，然后是有一个方向的，然后这样拧紧。嗯。这个拧紧以后，然后我们把这个材料，这个边料。边料是不是太短了？今天我们可以再走一点。哦哦。然后你需要清掉。这个张力的话，上次给了。对，差不多。上次。第二次先清洗。先看看这个张力合不合适。这是设备的张力。好嘞，我不知道嘞，我要找一下。有一套是朋友军的，然后这个就是他开关。哪个开关？这个。The western one two was this two part. The two western one. 换掉了。嗯？张力肯定大呀。哦 ，tension also you can change. 对，这个是那个力的。The western one the tension. 断了呀，对，两边都断掉了。And before the tension is too big, so the was a break. Now we set the new the small tension.然后再显示咱下六就行了，开一半吧。